爷奶奶爸爸妈妈笑哈哈，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互相帮忙，开开心心甜甜蜜蜜的时光，欢迎来到这一家。没有穿蓬蓬裙呢，今天我们改换穿可爱的制服，有没有看到百褶裙？对，我们今天是演小学生。对，因为我们今天在露某某这一家的校园剧，这个校园剧呢非常可爱，就是呢哥哥姐姐们都会变身成为小学生，然后会有一些可能你在班上有遇到的事情的状况，对不对？状况出现，那像是我的个性啊，就是会常常惹麻烦，因为我们两个是好朋友。结果呢，我每一次都会把他的东西用坏。豆豆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故事书不见了。对，彤彤，你的故事书不见了。有我们之外，最重要的灵魂角色当然就是老师啦。老师好可怜，老师每次都喊到破喉咙。破喉咙怎么喊都喊，因为我们班好吵好吵。对，可是我们老师很温柔，他每次同学们我都看着他眼睛一直在发亮，我想说怎么有那么漂亮的老师、啊、爱的教育，究竟这个用爱的教育来教育这个调皮班级的老师是谁呢？一起去看看哦。强势回归。我是优哥姐姐，好久不见了。优哥姐姐，原来是你强势回归哦。对，懂句我看到难听奈哦。我听不懂啊，你们哥哥。我说好久没看到你，你去哪了？哦，我都在家里铺衣布啊。顾小朋友。对啊，扮演什么角色？一看就知道，就是一个菜市场的阿伯。不是，是温柔又关心同学的老师。绝对不是，对，绝对是，我很温柔。可是我在示范一次，你要看清楚了。好，看清楚哦。怎么？老师试试看。老师加油。怎么？老师，我收到了。那在我旁边呢是海苔哥哥，他在里面扮演一个重情重义，但是偶尔有点小调皮的海苔。我的调皮呢，虽然有点是来自天性，但呢偶尔呢会不小心被人家带走。就是被我们的阿尼，哇，这次阿尼呢，就是狠角色哦，狠角色是你啦，不是我。我觉得这一次我有好多关过不去，这次我角色超级皮的，真的。要喝这个的话呢，就要吃这个。哦，阿尼你自己吃啦，你要给我喝那个，你就要吃这个。哦，你自己吃啦，给你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树哥哥，在猫猫这家的校园剧里面，我是饰演大树这个小朋友。个性的小朋友，天然呆，天然呆，少根筋，少根筋，但是有才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香草姐姐，在某某这一家里面饰演的是香香。香香是比较会调解大家争执的和事佬哦。嗯，没错。欢迎甜甜归队。姐姐，那在校园剧里面，我饰演的是小花。那个黑板呢，会有很多粉笔灰，然后我们女生不可以吸粉笔灰。那再来是我旁边的这一位。Hello， 我是阿典。哇，好帅啊！好帅气，好帅气！耶！哇！所以小朋友想要知道我们很多有趣的事情。记得要准时收看《猫猫这一家》。